嘿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酸。我知道我们 Q&A 拖很久了，因为有些问题真的不好回答，让我思考一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一次回答清楚吧。我们来去宝藏岩回答 Q&A。首先第一题呢是阿酸，你为什么长得这么……阿酸，你有整形吗？如果有整形还长这样子，那应该算整形失败吧。来看下一个问题，上次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小孩是谁？这是我儿子。骗你啦，这个是我小时候，这也是我人生中体态最胖的阶段吧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旧的村落，后来被改建成公共艺术村，很多居民都迁走了，但是还是有少部分的居民留在这边，所以这边的建筑物其实是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了。整个地势崎岖不平，我们来回答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阿酸要叫做阿酸？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由我的国小五年级的朋友来回答会比较好。我的本名念很快的谐音，所以这个酸字从我小学时代就一直跟随我，一直到成人了。可以拍你们一家人的 vlog 吗？其实是可以的。事实上我的家人其实有出现在阿酸粉丝团里，两个姐姐有登场过。看这边风景很好欸，你往这边走。至于为什么要做 YouTuber， 我想这个说来话长。阿酸，我之前呢原本是在科技业担任研发工程师，做了大概3到4年的时间。后来很好奇自媒体的影响力，想说不如就自己投身来了解一下吧，所以就进入这条不归路啦。至于为什么会开始玩皇室战争，我算是很皇室战争很早期的玩家。刚出现在 App Store 的时候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人正在上海出差，然后一回到饭店没有什么事做嘛，就看了一下 App Store， 载了就整个沉迷下去。所以我算是很早期的玩家，但是中间我断过一阵子，然后后来又开始继续玩了。我没有玩过部落冲突，我是直接开始玩皇室战争的。那会想要实况皇室战争，当然也是因为既然想要开 YouTube 频道，但是又不知道拍什么样的内容，就从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开始嘛。皇室战争我很喜欢玩，第一个 PO 的影片没有任何的解说，甚至连音乐都没有，但是还是有很不错的观看次数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这个内容可以做。这个街道很狭小，所以有时候路口会突然冲出一个人，吓一跳。说实话，现在的阿酸频道变成游戏频道，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那也事实上证明，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，只要深耕呢，最后都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成果，不容小觑呢。阿酸180公分，30岁了，处女座，住在新北市，就是这里啊，对面，遥远的彼岸。阿酸有女朋友吗？有啊，你原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。这一年是全职的 YouTuber， 多亏你们的福，有机会也能接接赛评的位置。那我觉得做 YouTube 就好像是一个创业的过程，要想办法让它从零到一，再从一到有。那我现在30000订阅，虽然说还是一个小小的订阅数字，但我相信有朝一日一定可以达到阿酸理想中的那个订阅数目。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订阅啦，之后一定会再想办法产出更棒的内容给大家。未来会玩新游戏吗？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观众在哪，阿酸就在哪。不过这个频道目前还是会聚焦在皇室战争为主，我想这也是大家当初订阅阿酸的原因。那之后如果有好玩的游戏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推荐给我。要单靠皇室战争在2018年做到100000订阅，我觉得是还蛮困难的。反正现在就先稳稳做，等待时机，或许有某一款游戏乘着浪头就上去了。阿酸做的兵是海军陆战队，会打算开微博跟大陆的粉丝互动，
事实上我在大陆的 B 站有开设一个频道，然后也有把影片同步在 Bilibili 上面，可能很多 YT 的朋友不知道，但有空可以去看看 B 站那边的留言也都蛮有趣的。啊，这边很暗嘞，夜景要出来了，这边晚上是很漂亮的。地球不衰，骑士同经典。关于频道未来的走向，这个也是我思考很久了。我想阿酸频道就会定位在游戏频道，继续拍大家喜欢看的《皇室战争》。至于 vlog 或是开箱，以及更多围绕在阿酸个人思想方面的事情，我想我应该会另外再开一个频道，把游戏以外的内容都放在另外一个频道上面。这样一方面也比较不会干扰原本《皇室战争》的观众，我是这样想的啦。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呢？这样的新频道有一些好处，就是我可以尝试更多新的内容，可能很久才会发一次片，但我希望新频道的影片的质量和主题内容品质都要在水准之上啦。至于原本阿酸频道，就当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啦，还是会一两天就抛一支游戏影片上来陪陪大家玩玩《皇室战争》。那在2018年呢，我也期许自己可以尝试开更多直播，可以跟大家有更密切、直接的互动。就这样子，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，如果没有回答到的呢？也没办法啦，影片就这么长啦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这边光好像有点不太亮了哈。地球不衰，骑士同经典，女子回味鸡翅同，火箭炸下骑士同，能为沉底的屠夫请自重，欢迎加我的骑士同，公主说设计是空，想睡她的已经失踪，被关在寝室中，心机同透露的杀机，情之耸动，对手滚木用掉伤心，行尸走肉。